一曲震撼的赛马带给人满满的勇气与力量，还有扣人心弦的上海滩勾勒出生命灵魂。多次参与大型活动演出的基隆城市爱乐，在十二月三号海洋广场将带来多首脍炙人口的歌曲，在点灯中要带给大家满满的感动。我们是基隆城市爱乐，那这里后面是我们基隆城市爱乐的团练地址。基隆城市爱乐成立五年多，团员来自于基隆市民各个不同年龄阶层、社会阶层的人士。那各位如果对于弓弦乐器有兴趣的朋友，可以上基隆城市爱乐的粉丝团来与我们联系。最主要十二月三号的晚间，我们在海洋广场有圣诞点灯的活动，而且今年的圣诞树是特别巨型的。呈现方式，希望各位市民朋友在十二月三号晚间来海洋广场聆听我们基隆城市爱乐的演出。当然，各位朋友如果对于拉琴有兴趣，又觉得自己孤单的话，可以一起来加入我们的演出。我们平日呢也参与了很多基隆当地或是外地的公益性质演出，节目都很精彩，欢迎各位一起来加入。今年基隆市文化局与众教会及财团法人基隆基督教青年会合作，十二月三号将在海洋广场点亮高达十八米的圣诞树，外加一米的璀璨伯利恒之星，揭开缤纷圣诞、光耀基隆圣诞月的序幕。欢迎市民好朋友一起来参与点灯，照亮湿冷的十二月，一起来感受满满平安祝福的爱与温暖。记者蔡小军采访报道。